好，我是小乐。上期和大家说要做月亮河公园里的鬼屋，而小乐要用的材料就是废旧的纸盒。在做之前，我们先把之前做的滴胶处理一下。脱模还是很好脱的，就是稍微有点没干透。开始打磨。下面开始今天的正题啦。小乐下期视频会继续把它给上色，宝贝们记得来看哟，想你们，梦里见。